话题：验孕棒一生一钱，怎么看是否怀孕？孙晓光，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。验孕棒呢，通常我们有两条线啊，一条呢，就是你在没有测尿的时候，这两条线我们都看不见啊。只是呢它标明一个 C ABC 的 C， 一个 T 就是一横一竖哈、啊。那个 C 呢实际上是一个对照，就是你那个把这个试纸条放到尿里边去，如果这个 C 线出现了深色，代表这个试纸是完美无缺的，是挺好的啊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 T 线出现了浅的颜色， C 线呢是一个深的颜色，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早期的怀孕 HCG 的量没有那么高的时候，就是代表一个弱的阳性，这是通常的情况下。如果两个都一样深的话，那就是强阳了。如果对照的那个 C 线都没有颜色，只是T 线出现了颜色，这种情况说明这试纸是无效的，可能是一个失效的试纸。所以无论什么情况，你这个如果试纸完美的话，试纸合格的话，你放到尿里边那个C线都是应该颜色的。